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，我是拿撒勒仁会南河教会阮信忠牧师，在这里跟各位弟兄姐妹请安。在服事主的道路当中，经历许多的不同的各式各样的经历，也感谢主的恩典。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是路上的光，也祝福所有的弟兄姐妹们，信仰向下扎根，生命向上结果，也让你我在信仰的经历当中越来越认识神的话，越来越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救主，让我们在生活中每一天经历上帝的恩典。谢谢。